早安。Morning。好，队友都会空吗？叫起床了。没有，闹钟坏掉。最好是啊。介绍一下你吃什么？我吃 breakfast sample， 然后就是炒蛋。炒蛋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姐忘。炒蛋是吧 ？sample， 对，忘记了，我 pancake。我觉得你那个 pancake 淋得很有艺术。有啊，非常有艺术。吃完可以练防守了吧？再问峰哥一下。继续啊，继续你的表演。这样的话不好吃。好吃，好吃啊。腼腆，为什么要这么腼腆？习惯吗？不习惯。OK 吗 ？OK 啊，前轻松。有震撼吗？有点。震撼吗？还行啊。OK 吧。刚刚在练什么？就是进攻的一些脚步。脚步。用身体把对方挤开的那种脚步。碰撞这样。碰撞的脚步。他没进来，生气哦，不爽，不爽啊，整个对，整个就不对了。练球就是要高标准，怀哥会进啊？不会进。Yes sir。他没有。来看我进。不用看。江总你在干嘛？加盐巴。你知道那盐巴怎么吃？吃一口。我番茄我不敢吃。来一口满足的。你吃番茄吧。那你要帮我吃吗？你不要打扰他、啊。很咸。那、啊、你盐巴加那么多。太咸了。俊生爱的薯条。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喂喂你的老战友。还有三宝，等一下。干嘛啦？不要这么凶好不好？再一个，都是我喂别人，没有别人喂我。我享受啊。帅。哇塞！